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大力支持嘅賽馬會藝壇新勢力嘅啟動禮 New Arts Power， 將由今日開始，連續五個月咧，到下年嘅年初咧，為大家呈現19個表演節目同埋兩個展覽，希望將我哋樂壇、藝壇、視覺藝術各方面嘅藝術嘅人才呈現喺香港大眾嘅面前，能夠喺國際上大放異彩，回航嘅時候翻嚟呢個城市，記得呢個係佢哋嘅家，呢個係佢哋嘅城市，盡情展示你哋嘅能量。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，賽馬會藝壇新勢力，創意人才成就香港。Our talents are applied.